今日之事来之必报。你敢再指我家世子试试？青州骑兵追来了。不应该啊！靖安王要杀我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是世子赵寻，为王妃而来。看看，麻烦来了。 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走。又见面了，那脸上的伤好了没有啊？把人交出来。哪个？接我靖安王妃，你是我青州无人吗？就带这么几个人就敢出来拦人，你爹不知道吧？这是我青州与北凉之争，与江湖人士无关。哼，怕了。 奉子英请战，愿擒下此人，交与世子发落。要不这样，我帮你问问他，他要是愿意跟你走呢，我就放人。你都听见了，想不想跟世子回相樊？瞧，不乐意。怎么可能？定是你胁迫于他。 别他呀，论辈分，那是你娘。准备冲阵！世子，路程有罪，千万万罚，世子受苦了。是谁呀？哦，靖安王世子，来冲阵的。那可正好啊！楚禄山，你身为三品武将。 胆敢私自带兵出北凉，废话这么多，宰了吧！人家毕竟也是个世子，宰了说不过去。这好办呐，全宰了，再放把火烧得个干干净净。都听见了，你这会儿走还来得及，一会儿打起来，我可拦不住的。世子，楚庐山以残暴出名，真要骑兵对冲，恐怕难以取胜。 今日之事来之必报。你敢再指我家世子试试？回相反，等会儿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刀还我呀！走。